哇，你们啊，肯定又觉得我在浪费了。其实并不是的，菠萝蜜熟了，咱们当地啊，并没有人要的，只能砍掉啊，当肥料了。看一下，每个果子啊，都这么漂亮的，熟了卖不掉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看一下，每个果肉啊，都是这么漂亮的。如果你们看着有食欲的话，帮帮我们海南的果农吧，点个小爱心，来我直播间，这生命啊，给你发满满大个。